会在南西商圈的辣麻味噌拉面鬼金棒于2014年开业，以味噌汤头为基底，加入大量辣椒与山椒，独特的风味吸引了不少拉面爱好者。从去年10月开始，利用每周二店休日，改以圣王的品牌营业，只供应一款限定拉面，并且会提前一天在粉丝专页上公布，吸引拉面爱好者排队朝圣。二毛作来自日文，是指用同一块田地在一年内耕作两种作物的农法。在餐饮业中，这是代表店家在每星期不同日的午间或晚间时段推出不同菜单的做法。圣王第五弹曾经推出名为兽王的浓厚酱油拉面，融合了鸡骨、猪骨、牛骨与蔬菜，并加入印度香料。面条更使用杜兰小麦粉制作细面，还附上切丝的白萝卜、葱、紫洋葱、南瓜、姜等等解腻。如果觉得意犹未尽，还可以免费续加一球面。透过每周二的限定口味，店主也做过许多大胆的尝试，像是使用来自日本九州的日田天灵水制作汤头，并在现场提供让客人试饮。大胆不手软的用料，创新尝试，都是让消费者趋之若鹜的原因。不过想要吃上一碗圣王，除了密切注意粉丝专业的公告，还得要有排队的决心，因为店内仅有11个座位，就算提早到都得站上最少半小时才能吃得到。东新闻台北报道。